你有事吗？对面有个阿伯在那边看我，我刚才在那边摇屁股。我们今天要去那边，听说有个叫做什么 VR 剧场，跟平常 VR 不一样，台湾唯一的 VR 的剧场。今天就是带各位去体验一下这个剧场是在干什么啦。你今天尿尿不好哦。全台首席 VR 剧院 8K 立体声光体验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 VR。有玩过，那种就是打僵尸那一类，一些游戏类型比较刺激。像我们这边其实以电影为主，这边都是超专业的那个设备，好酷哦！哇，轩你讲话，轩你讲话好好笑，我在游泳，你不要用屁股打我。我是恐龙，恐龙。小王子，对，它这个是没有连线，就是大家各自体验各自的。它里面会是英文发音跟英文的提示，会比较简单的。就是你进去这个 VR 之后，你就会是他们的伙伴，他会告诉你说下一步要怎么做。然后他的头上就会有一个对话框，你就是看他对话框在讲什么就可以。啊，小王子 ，Hello， 我不知道啦。我都破完了，所以不知道在干嘛。我们玩头一个关卡，现在组飞机好像有点障碍。我卡在飞机。你卡在飞机哦？啊，飞机好像还有一个零件。我去吃个下午茶好了。不要啦。你就随便丢一丢，它就自己组装了。啊，最好是啊，它自己组装啦。那个在它脚底下啦，把飞机转过来。对啊。原来你看得到哦。外面有画面啊，放开再转。对。好，我去吃个下午茶，我等一下回来。你现在要开飞机啊？对啊。完了，你分完了，终于还可以自己组飞机，超爽。那两位可以挑个位置坐。这个地方就比较不是玩，我们就是单纯的 VR 电影。电影看电影哦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们今天体验了大概有三样东西，第一个就是一起穿越侏罗纪，第二个就是小娃子，然后第三个就是360的影厅，就是360度的电影，这样很酷。对，微电影，然后它有两部可以看，一张票就看两部这样子。然后那个票价资讯我都放在资讯栏好了，我真的觉得你们一定要来看看。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好玩的是逃出绝命屋，因为那个是恐怖的，所以我就跟轩没有要尝试。我们尝试了另外三种，我觉得都很棒，很不错。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小王子。你喜欢小王子，可是我超喜欢侏罗纪的，我觉得很好玩。是不错啦，可是我觉得小王子还可以自己组装东西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对，小王子可以自己组装东西，我觉得那个互动感很棒。近看小王子，对，小王子就在你旁边，超可爱。对啊，还有狐狸，很可爱。然后，而且他这边那个 VR 那个色素，我觉得好像蛮高级的，跟我之前去玩 VR 的感觉不太一样，还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，我可以听到轩的声音，然后那个就是一个麦，很像耳机的麦，就在你耳朵旁边，对，而且那个调得很紧，就是不会很容易松脱，我觉得很棒。好啦，那我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了，想来的话片尾都会有地址，喜欢影片还喜欢，不喜欢还不喜欢，就去吧，就是我是谢初，每天5点发布影片，大家我们拜拜了。